鸡食堂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贝，我是小可，我们是白宫这一家。今天为什么在这边呢？为什么在这边呢？要请大家帮帮忙，来做一个公正的裁判。嗯，到底这个我们白宫这一家的三个小朋友，之所以会兄友弟恭、谦卑有礼、对长辈非常的有礼貌，而且不努忤逆父母亲、出门又守交通秩序，其实这一切呢，真相只有一个，就是有一个很会教孩子的妈妈。因为在我们怀胎十月开始，其实妈妈就不断在了解孩子、认知孩子。她其实在里面只要打个嗝、踢我肚皮一下，我都知道她在想什么。没有，所以孩子真的只能靠妈妈。不，怎么可能全部都是你的功劳，对不对？当然也有这个神队友在旁边帮忙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我的帮忙，你怎么可能得心应手呢？是不是？没有我在旁边当黑脸，你怎么可能白脸当得那么顺呢？是不是？得心应手，好。到底是猪队友还是神队友？我想大家在看完我们第一本新书里之后，就会非常明白喽。我们呕心沥血的第一本新书，我们一家都有爱，全新发行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哦。